玻璃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是一間以 ODM 性質為主的一間製造公司來的。咁咧，我哋係以製造家電為主嘅。咁喺玻璃即係建廠咁長嘅時間，其實我哋嘅產品可以分成咧就係三大方面：美髮，跟住就係美容，啊，仲有咧就係理毛呢方面嘅產品。雖然係以呢三方面為主，喺呢個過程當中，其實我哋都接觸過好多其他類型嘅一啲家電，包括咗廚房用具，或者係一啲咧就生活上面嘅一啲用品，例如係空氣清新機咁樣樣。优势我相信呢主要是有两点，首先呢要有优秀的工程师队，再有呢就是一路的模具制造，精密的零件的制造同埋严密的装配流程。那么也就是我哋个 QC 系统呢，譬如话有 IQC 的部分呢，就 Incoming QC， 对于所有的入嚟的物料为加工的零件作为严密的检查。再有呢就有 PQC， 是塑胶部的零部件的质量检查。还有呢是 SQC， 是朋友部的质量检查。当然那么整个团队的上面呢还有 QC 部经理作为整个的工作的统筹。我相信呢就可以制造令客人满意的产品。咁多年嚟，我哋都係集中喺即係 ODM 嘅業務上面啦，累積咗30多年嘅經驗，咁亦都係時候咧，就係創建我哋自己嘅品牌啦。未來嘅發展就係我哋會雙輪驅動，繼續做好我哋 ODM 嘅業務啦。如果我哋可以再爭取更多就係好嘅客户，我哋都一樣會去做嘅。咁另外就係建立自己嘅品牌，以好嘅都係高端嘅產品打入咧就係中國嘅市場，咁所以咧將來我哋嘅嗰個業務嘅宗旨都係我哋要持續呢方面嘅路向，繼續去發展有創意、高質量、高端嘅產品，盡量係符合咧就係而家智能化上面嘅需要，希望可以咧就係帶嚟更多滿足到用戶需要嘅產品。